歌遍虚兮流涕，要从还中，啊，邀就是邀请，啊，邀请。他在他墓前烧纸，啊，他的灵魂从墓里面出来，邀请韩琼一起到他墓里面去，啊，邀请韩琼到他墓里面去，要从还中，啊，回到墓里面去。琼曰：“此生一路曲游幽咽，不敢成名。”韩琼说：“啊，我们两个阴阳两隔了，死生死不是同一条路的。我怕到你的墓里面去，我怕有罪过，会遭到意外之祸，啊，之祸，不敢成名，我不想答应你。”月曰：“此生一路无言之子，然今一别永无后期，子将为我为鬼而护子乎？”曰：“臣所奉，您不相信。”他说：“死生是一路，我也知道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分别了以后啊，以后永远没有再见面的时间。你是不是怕我是个鬼，对你有祸呢？啊，希望啊，希望。”曰：“臣所奉，啊，所奉，我呢是诚心的对待。”我是诚心对待你的啊，你的所奉就是即所奉是指人，就是韩琼。我是诚心对待你韩琼的，你还不相信吗？我不会害你的。琼感其言，送至环中。琼呢为他的话所感动，送他回到了墓里面。月迂子饮宴，留三日三夜，尽夫妇之礼。子越跟他一起喝酒吃饭，韩琼在他墓里面过了三天三夜，两个人做起了真正的夫妻，啊，做起了真正的夫妻，啊，尽夫妻之礼。临出取尽寸明珠以送琼。韩琼出墓的时候啊，他送给他一颗明珠，这颗明珠很大，这个直径有一寸那么大，一颗大明珠送给他，曰：“既会其名，又觉其愿，佛何言哉？实皆自爱。若自无家，自尽大亡。”他说：“我是既会其名，又觉其愿，没有什么话好讲了，实皆自爱。你碰到各种各样情况的话，你要爱惜你自己。如果你碰到我家里的人，希望你们代表我表达我的问候，啊。”下面的事情有意思了，大家看看。从既出，坠亦亡，自说其事。韩琼出来以后啊，去找吴王，把这个事情啊，把夫差这个事情啊，找到夫差啊，把这个事情告诉他。我到你女儿墓上去了，你女儿邀请我到里面，我们两个已经结为夫妻了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坠亦亡，自说其事。王大怒曰：“吾女既死而从造无言，以殿会亡灵，次不顾发中取我，托以鬼神。”啊，他说我女儿已经死了，你还要造谣，玷污我女儿的清白，啊，玷污亡灵。你这颗明珠无非是盗墓盗出来的，你挖了我女儿的墓挖出来的，啊，假托以鬼神的事情，错。收琼，这个错就紧急的命令手下把韩琼抓起来。琼走脱，是岳母所束之，韩琼啊赶快逃走。所以这里面这个鬼神的故事啊，有时候不一样的。你像吴王夫差，要抓他抓不住嘛，是不是啊？但是韩琼居然能够走掉，这就是小说里面的话语。他逃啊逃啊，逃到子越的墓上面去，跟在墓前面的。哭诉这件事情，曰：“无忧，金龟白王，啊，金龟白王。”子越说：“你不要担忧啊，我现在回去跟我的爸爸说。”越张叔，王张叔忽见越惊愕悲喜。这个楚王，这个吴王正在梳妆的时候，很多同学奇怪，男人为什么要梳妆？古人的男人是留长发的，发很长的，也要梳妆的，不像我们今天拿着洗把脸就可以走。今天头发当然很短，古代人头发都很长啊。他梳妆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子越来了，
啊，子玉来了，金鹤悲喜，很奇怪，我女儿死了那么多时间，怎么忽然整个出现了？问曰：“儿何怨？儿怨何生？你怎么又活过来了？”曰：“贵儿言曰：‘谢寒，谢诸生寒窗来求月，大王不许。’月冥回一绝，自此身亡。从远怀闻月已死，故寄生必以终吊念，感其独钟，则与相见。因以书未止，不为发钟，怨复推之。”啊，他说以前呢，这个韩琮来求婚，希望嫁给他的时候啊，你大王呢不允许，我的名义呢毁掉了，义也绝掉了，我呢最后是死掉了，啊，死掉了。现在韩琮从齐鲁间回来，听说我已经死了，因此他带了生璧啊到我的墓上来吊念，我感激他，真的是非常的诚心，因此我呢跟他相见，并且我拿珠送给他，并不是掘了我的墓挖出来的，啊，希望你不要追究他的责任，啊。夫人闻之，出而报之。吴王子期就子玉的母亲一听说子玉回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出来就把女儿抱住，玉如烟来。最后这个子玉呢，就像一股烟一样的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。就是画出来跟父亲跟母亲见了一面，讲了一句话就没了。为什么？到底是鬼魂呐，啊，鬼魂呐，符合我们古书里面关于鬼魂的一些写作方法。大家看看485页前面的解题。本篇写吴王夫差小女子曰与书生韩琮相恋而受到迫害的故事，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对于青年一对的摧残。啊，非常。下面我们看一篇《礼记》。《礼记》这篇故事写少年女英雄李绩杀大蛇为民除害的故事。啊，以前中学里课文里都选的，现在古文减少，可能不选了。我们今天看一看。啊，冬月闽中有雍岭，高数十里。浙江的东南部全部都是山岭，啊，全部都是山岭，山岭叠叠重重啊，一直到福建。我就是浙江东南部人啊，我们那边到福建去啊，全部都是山岭啊，有山岭。其西北四中有大蛇，长七八丈，大十余元，十余围。实际上，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的蟒蛇了，非常大的蟒蛇。蟒蛇是可以吃人的，大家看过蟒蛇吗？电视里看过吗？看过的啊。土蛇长踞，当地的民间风俗啊，看到这种那么大的蛇啊，都是很怕的。东野都尉及诸臣长吏都有死者，啊，都有死者。东野就是东越国的都城，就是我们今天福建省的福州市。东野，啊，东野。都尉就是管理兵士的官。诸臣长吏啊，就是属实县城的一些长官呐，都有为这种事情死掉的，为这个蛇死掉的。既以牛羊，故不得福，啊，既以牛羊，故不得福。就是因为你用牛羊去祭它，这个蛇啊，照样有时还出来要害人。或遇人梦，或下狱无作，约得燕童。女年十二三者，啊，就是说这个蛇每年都要买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去喂它，啊，喂它。都尉令长并供患子，都尉就是管军人的，令跟长都是地方长官，令跟长都是县官。秦代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，不足万户的称长，所以古代的县令跟县长是不一样的，县令大一点，啊，县长小一点，啊，小一点，都是县一道，并供患子。然气力不歇，共请求人家生逼子，兼有罪家女养子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小孩子从哪儿来呢？
那么古代教义性呢，古代奴婢的子女仍然做奴婢的，男的被称为家生奴，女的被称为家生婢，啊，家生婢，就叫一些地位很低的人啊，生的女孩子，把这些女孩子呢养大，养到12、13岁的时候呢，送去呢喂蛇，啊，喂蛇，到8月的时候朝妓，啊，8月朝，啊，到八月的时候朝妓，啊，朝妓，到了8月。初一的时候呢，拿去送去，送蛇穴口，蛇出而吞盒子，累年如此，以用九女。每年的8月初一的时候，都把女孩子送去，送到这个蛇洞，啊，送到蛇洞的门口，这个蛇出来就把这个女孩子吃掉了，啊。尔时榆木复苏，未得其女，啊，未得其女。那一年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是要搜寻女的小孩子，12、13岁的小孩子了，结果没有找到，啊，没有找到。江洛县李旦家有六女无男，啊，江洛县有个人名字叫做李旦的人，江洛县就是今天福建省的南平县的南面，古代有个江洛县，江洛县里面的一个人名字叫李旦的呢，家里生了六个女孩子。啊，生了六个女孩子，没有男孩子。最小的小女儿叫姬，名字叫李姬，恤木于行。她去恤木啊，她说你帮我卖掉吧，啊，卖掉家里还可以拿笔钱呢，养活啊。六个女儿的人家很多的，我想象的是我村里我的小队里就一个人生了6、7个女儿，她就希望生一个男孩子啊。那个时候不搞计划生育，一个一个生。生下来女儿，生下来女儿，家里一连串的女孩子啊。最小的女儿叫李姬，她愿意阴木，把我自己卖掉，你去那个啊。父母不听，姬曰：“父母无相，唯生六女，无有一男，虽有如无。女无啼饮，即父母子宫，既不能供养，徒费衣食，生无所业，不如早死。”卖鸡子生，可得少钱，以供父母，岂不善也？啊，他跟李济跟父母讲，他说父母无相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你那你我的父母亲啊，你们没有佛像，生不下男孩子，这是古人的观点。古人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假如古人认为生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不一样，我们今天男女都一样啊，现在。生一个小孩子，生到男就是男，生到女就是女，都一样啊，都一样。他说：“父母无相，你父母亲没有佛像，你只生下来六个女孩子，没有一个男孩子，即使有，也跟没有一样，啊，即使有六个女孩子，也跟没有男孩子一样，啊，一样。女无啼饮，即父母子宫，啼饮，大家看到489页的注释第十六，这里面有个典故。”啼饮，西汉的太仓令陈于义的幽女，陈于义五子共有五女，文帝死，陈于义因有罪当受戮刑，无人解救。陈于义因为犯了罪以后啊，要受戮刑，无人解救。古人的戮刑就是把脚砍掉或者把手砍掉，古代是有这种刑法的。所以街上走走，忽然碰到一个没手的人，忽然碰到一个没脚的人，他就犯了罪啊，手脚砍掉了。他要是入刑，还不至于死罪。那么，但是他很伤心，伤感地骂道：“生女不生男，一时警戒没有用处。”啊，骂这些女儿啊，骂这五个女儿啊，我现在有紧急困难的事情碰到了，你这些女儿一个都没用，啊，没用。提影是小女儿啊，她说提影很悲伤。他说：“我跟你去，你没有男孩子，我跟你去。”提引随父到了长安以后啊，上书自愿做公家的奴婢来学赎罪。他说：“不要看我父亲的手跟脚，蛇活的脚，我愿意把我自己送给官家做奴婢，做一辈子，希望免除戮刑。”文帝因此免去陈毅的刑罚，并且下了个诏呢，废除了戮刑。所以历史上啊，对陈毅、对提引，
都有很好的记载啊，很好的记载。这里一个典故啊，这里一个典故。这个《礼记》也知道，看见这个《礼记》啊，还有点文化的。《礼记》说：“女无啼饮，即父母子功。”啊，没有，我没有啼饮这样子的本事啊，功劳，既不能供养徒费，衣食，身无所依，我又不能够供养我的父母，你不如把我卖了，啊，不如我生在这，活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益处，不如早点死掉。卖妻子身，可得少钱，以供父母，岂不善哉？你把我卖掉，还可以卖出一点钱来，我把这个钱放在家里供养父母，也不是一件好事嘛。我反正只早死迟死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关系。父母慈怜，终不听去；继子前行，不可禁止。父母啊，终究是爱惜女儿的，爱护女儿的，不让她把自己卖掉。但是李记这个人啊，自己很有主意，自己偷偷的跑去把自己卖掉了，啊，卖掉了，不可禁止。趁父母亲不注意的时候，跑出去把自己卖掉了。这里面很有故事情节啊，这个女孩子怎么跑出去？肯定把她关在家里，啊。但是李记并不是白白的去送死，他下面做了一些动作，大家看看。记乃告亲，好剑皆诈首犬。李记跟县长讲啊，你要给我两样东西，我卖的时候，但是你还要给我两样东西，一样东西是一把好的剑，匕首，剑，还有。你要给我一条狗，这条狗是抓蛇的狗，咬蛇的狗。我们大家知道，一窝克一窝啊，一窝都有办法。我们今天去打猎，有时候猎狗很厉害的。你现在给我一条猎狗，啊，跟我一起去，啊。子八月朝，到了八月初一的时候，便以庙中坐。八月初一的时候，他就坐在这个庙里面，啊，庙里面怀剑将犬，怀里藏着一把剑。身边带着一只狗，先将数十米汁用密沙罐子以之血口。这个庙啊，就在这个大蛇的蛇洞的口子上。我们南方的地方啊，有一种米叫糯米，大家知道吧？糯米做成一个好吃的东西叫麻糍，你们家里吃不吃的？过年的时候吃的啊。麻糍捣起来呀，这个放上很多的蜜，放上糖，我们人吃了也觉得很香，很好吃的是吧？这个蛇也很喜欢吃，他拿了数担米汁啊，这个蛇太大了，这个蛇跟人不一样，我们人天天要吃饭，这个蛇假如一餐吃了，它一年不吃都可以的，但这一餐必须要吃得很饱，所以他用好几担米的做了一个麻糍，这个麻糍大不大？我估计这个麻糍很大的。几担米，一担米，两担米，好几担的米做成一个大麻糍。这个李记有心计啊，这个蛇子吃东西是吞进去的，好几百斤重的米食吞进去，它这个蛇运动就不方便了，啊，它用密沙之罐子以治血口，蛇变错头大如群呐，啊，头大如群呐，李记看到了。这个米汁糯米做的东西啊，用米弄起来很香的，放在蛇洞壳里啊，这个蛇知道八月初一到了，我好吃东西来了，它舌头伸出来，这个头像一个装锅的桶那么大，目如两尺镜，这个蛇的眼睛像两尺的镜子，闻之香气鲜艳，写食子，一听到这个糯米汁那么好吃啊，先把它吞下去了，即便放犬，犬就。叱咤，即从后坐的素昌。大家看看，李治这个李记很有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很有心机啊。这个糯米团子先把它吞下去，一个蛇肚子饿了，这个糯米团子几百斤重的糯米团子吞进去，它运动就不方便了，对不对啊？它就笨，转得很笨重。它这把狗放出去咬它，得自己拿把剑去杀它。这个蛇受得了了，受不了了。剑即从后坐的素昌。他从后面去砍他，砍得了素昌，苍痛间蛇音涌出，直挺而死。这个砍了好几刀，这个蛇啊痛得太厉害了，整条蛇从蛇洞里面涌出来，啊，涌出来，到了亭子里面，到庭院里面就死掉了。既若是学，得起九女骷髅，啊，得起九女
独楼，独楼就是看到了九个女孩子的，他不是前面已经交代了，已经送给他九个女孩子了吗？这个九当然也可能是多个的意思啊，也可能是十数是九个，也可能是很多，以前一年送一个，一年送一个，送了很多。他看到了那些女孩子的骨头，看到了，细举措啊，把那些女孩子的骨头啊全部拿出来啊，拿出来炸言曰，炸就是贪气通息的意思，贪了贪气说，如潮屈弱，未蛇属实，甚可哀悯。哎呀，你们真是太懦弱了，结果都为蛇吃掉了，我真是替你们感到哀悯。哀悯就是可怜呐、啊，可怜，这个蛇也好，什么动物，你们要想办法对付它。你想我今天不是对付成功了吗？对不对啊？拿了一些鸡蛋米，鸡蛋米汁，鸡蛋米，我这一只狗，一把剑，我就把这个毒蛇干掉了。明年开始就不用女孩子去祭它了，喂它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于是妓女换步而归，于是这个李记啊，慢慢的走回家里去了。又卖了一笔钱给父母亲养老可以用，他又自己又活着回来了，整个县里都把他当英雄，是吧？大家看看，越王文字拼妓女为后，越王，我刚才讲的这个闽跟福建跟浙江往往是合在一起的啊，福建跟浙江合在一起的，这个地方总的往往叫越王，越王文字拼妓女为后。拜其父为降罗令，他的父亲也做了个县令啊，县令。某家子借有赏赐，自是东野无否要挟子窝，其歌谣至今存也。啊，从此这个东野县这个地方啊，没有这个大蛇要人去送女孩子去祭他了。啊，记他了。大家看看注解一，这个东岳是汉初的一个小国啊，在今浙江福建省一带地方，闽中是福建省的地方，雍岭是一座山的名称。这个地方全部都山岭，浙江的东南部啊，还有到那个浙江的，还有到福建的北部的一带，全是岭，蛇蟒蛇真的很多的啊，蟒蛇真的很多的。歌谣就是李记的故事啊，是赖以歌谣流传下来的啊，赖着歌谣流传下来的，所以这个故事啊，我们看看也是非常感人的。